那个名字是什么？嗯，我听那个名字是什么？没有，我同学也叫李想，男的。李想忘了，原来有一个采访米卢的弟弟。哦，好像还有一腿是吧？嗯，那个女的还有没有？大家都吃得很欢。那你先，你就休息会儿吧啊。你不是回国才吃了的吗？怎么这又来吃了？饿呀！我靠！到什么时候回啊？大前天。大前天。啊，你那上班地方是不是挺远的？很远很远，坐火车过去，反正去单程都要，将近两个小时。那你最近应该买辆车了。现在驾照那还没搞定嘛？像那个，那上次那个什么，没有，还那也没搞。对对，这得考这个，很麻烦。有没有兴趣啊？